L 是左还是右？在生活中，很多人有听歌舒缓情绪的习惯，而听歌就难免得使用到耳机这一音频工具。很多人总是会忽略掉耳机上印有的 L 和 R 两个字母，从而老是带不对方向，导致耳朵疼。标有 L、R 的音频设备是用在双声道系统的， L 是 left 的简称，而 left 是左边的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L 表示左声道，故而 L 代表左。双声道信号在录制时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技术方法，因此要求还原使用双声道听音设备。简单讲，录制一段马跑过面前的音效，用双声道录制后，再用正确的 L-R 听音，即可听出马是从一边跑向另一边的。若不符合 L-R 要求，那么听到的就是别的效果了。当然，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用在治疗眼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 L 就表示左眼，